小小年纪却有大大的爱心，花莲慈大附中国小部的学生看见世界各地灾难频传，纷纷捐出铺满。现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许多的灾难，因此我们想要借由这个活动来帮助他们能够赶快重建家园。为了帮助灾民，花莲慈济医院也慕心慕爱，每一个餐盒都是一个善念，民众不只能吃得健康，也能发挥爱心。院长室的主管啊，马上啊，他都跑过来买了啦，那带动大家啊，来募更多的心，来帮助全世界的人。当然啊，也为自己也祈福，为全世界的人祈福，更为灾民来祈福。诚心祈求天下无灾难，医护人员也捐献竹筒，期盼灾民能尽早渡过难关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范吕昭，花莲报。